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爸爸超人。那全国 BU 场啊出现了夸父了吼，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边的夸父到底会不会很多人在打。好，经过了木头人没有看到，可能还在有一点。哇，看到了看到了看到了。那这边打的话是不是要先打人？看起来是呢，先被打了吼，先被打了。哇哇哇哇哇！哎呀，挂了，怎么办？没办法打呢，怎么跟独龙塔很像啊？哦，都是先在打人哦。不知道改完之后血有没有变少？好，再来一次，再来一次。哦，我是来段的，应该是跟我一样爬回来的哈。那我就去放冰雹好了哈，去那里偷打别人偷袭。好了，我看到两只玄武了。玄武的话，现在如果说起来的话，它就不会产生那个防护的效果了哈，不会有那个减五趴伤害的防护效果了，好像要放出来才可以。好，哎呀，等等，我现在天啊，又在放那里 buff 哈，我先往旁边走一下好了。好，怎么办？有机会和平共处吗？看起来是没机会，看起来是没机会，看起来是没机会。我先过去，我先过来，先过来，先过来。哦，没有什么机会和平共处，一起打，那就只好先打了哈。他说可以拉出去啊，不知道是谁说可以拉出去呢？好聪明啊！拉出去的话就安全了哈。没错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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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是要拉出去打哦。那里面的话，大家都打在一起了。好，那我就等这个网拉出来之后再打好了哈。先稍等一下。我们必须要表扬一下这个不知道是谁，真的很聪明啊，很有智慧啊。他说先拉出去再打。夸父之珠的话，刚出应该价格会不错。可以加体魄。好 ，OK， 这里应该就安全了哈。等一下，怎么没有看到敌人啊？奇怪，为什么看不到夸父啊？怪怪的呢，我点他好了。为什么没有夸父？怎么那么奇怪？没有夸父呢？怎么会这样子？没办法打呢？出来就没办法打呢！天啊，是这样子吗？我打字一下好了，我打字一下，你们可以打吗？你们，不是那边哈，你们可以打吗？好，问一下，问一下，我是没办法点啊！哎呀，他也不行啊，不知道谁说也不行哦，也不行，好吧。所以看起来这一只夸父的话，只能够在里面打了哈，大家就是互相彼此自相残杀了。但是在这边的话，他还是一样打到我们哈。我们可以看到我一样有被扣血。刚刚是谁放巨浪？棒射的是卡森，就是他。我刚刚在独龙塔就是被他打趴的。战役在这边，这边都有记录啊。你被棒射的是卡森击败了，对方获得17功勋啊。那时候我就站着发呆而已啊，他就把我打趴了。好，那我要打他吗？算了，算了，以德报怨，以德报怨。OK， 那我来打夸父了。夸父，好，夸父，点夸父，好，放冰剑，哎呀，挂了，可恶，这不好打呢，这只没办法打哦，没办法打，出现在玄武比武场，我真的搞不懂为什么要让它出现在玄武比武场？这只血已经够厚了，已经很难打了，结果还要先打人，哎呀，再试一次，再试一次，好，再试一次，好，这样子要怎么样一起打哈？怎么样和平共处一起打？好像没办法这里的话比那个独龙塔要惨，独龙塔的话至少你跟军团朋友的话还不会互打，这边的话跟军团朋友也会互打哈，除非说组队啊，对，组队的话就没办法，对，组队的话就不会被打趴哈，就不会被打到了，怎么没想到？好，那讲一下好了哈，有人要组队吗？有人要组队吗？对，没想到，突然想到哈，就是可以组队，组队的话就不会打到彼此的，但是黄土八叶他们应该已经互相组了哈。他们都是一起的，一起行动的。现在看起来只有剩下什么莫德感情这些落单的才有机会一起组了。好吧，再继续回城，回城，回城。哎呀，小兵挂一只啦！我是来乱的，好像不想打了呢。武魂可以报名啦，武魂可以报名好了，来报看看好了哈，看一下现在报名变成怎么样。官方是有说就是要花花扣扣啊，花金元宝，复活这种配置。那我们就给他报名看看好了哈。看看说花了金元宝到底有什么好康的可以开到武魂擂台？要报哪一只啊？我看一下好了哈，看一下他的武魂技调整怎么样？冰炎双击，威力倍率化1725，然后打六次，哇，这不得了啊！总倍率化10000多啊，六一得六，六七四十二满，10200左右啊。好，看一下凤凰天炫，凤凰天炫的话，范围技消耗几率400，基础伤害6775，然后武将系倍率675%，这个我没有概念啊。好，其实我真的没有概念，我不知道强还是弱哈。那我要报名哪一个？报名典韦吗？现在报名人数我可以看到啊，不多啊。
哦，那左边的话比较多哦，看起来大家比较看好风龙天选，那典韦的话可能大家不太看好。OK， 报名，十，哦，你看优先券啊，好，哦，没有，然后就只能够花金元宝，花四十金，好，哦，花四十金，不然你就拼看看好了，好，拼看看，要给他花吗？好，给他花下去啊，好，给他花下去，哦，愿意花钱不多啊，所以中奖几率就变高了哈，四十金给他花下去的。好，恭喜这个社会女官哥冲出了这个加持站的跨步锁站啊！好，这样子的话，他就可以解那个收集车了哈。那我们军长朋友啊，很多人都点到一百多把才成功。我看一下哦，你看二六说啊，艰辛万苦170只收工啊，阿里郎就说辛苦啦。二六就说哈，大铁小铁损失了80%，要修哈，要修要修。好，那我们继续看一下哈，这个武魂啊，应该是100%报名成功了哈，因为报名人数真的很少啊。你看左边的话已经40个人了，好，抽选50个已经报了42个了，报了42个了。那右边的话典韦目前才14个人报名的，所以大家都觉得典韦这个武魂技不强，那我个人觉得好像还不错啊。好，你看到一段就1600多趴了，他打六下呢，总共10000呢，我那个练功很好用啊。好，再看一次，希望他们不要打我。哦，我爱心领到，欸，我爱心领到要煮我啊，感谢，哇，挂了，被他打趴了，被他打趴了。欸，不是被他打趴的，不知道谁把我打趴的，应该不是他把我打趴的。好，看一下。好，那目前我们的队友会有爱情那周末腾右手棒杀比斯卡森赤脚半仙，好，一起打一起打一起打。好，再过去。好，这个五雷台花多久？还有23秒就抽选了。好，希望可以开到啊，现在要花金元宝才能进去报名啊，才能报名啊，好，才能进去。我说我在想，如果说有机会开到武魂的话，这个价格应该会蛮漂亮的哈。好，这个是100%进去啊，100%进去。哎，夸父。好，那这边的话应该都是我们队友的哈。那我应该，欸，好像还不行哎，哦，好像蛮多都不是我们队友哈。好，放兵剑打夸父，远远的射就好，远远的射。所以要打夸父的话，哎呀，可以进去了，可以进去了哈。对不起，我进去了，入场。好，我看一下有哪些朋友一起进来了。好，这些都是有氪金的，啊。好，跟我一样有氪金进来的，有刘哲、蔡皮巴、小凛凛。我先换个短兵，换个短兵，输出比较高，然后再变成绯元哨。好，因为绯元哨的话，真空有加一，好，打起来比较痛。使用化身，哎，本来就有变的哈，本来就有变的。好，我们继续看啊，有这个快刀斩月马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我不懂。哎。人蛮多的呢，比我想象中还要多啊！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好了哈。所以总共有报名的人数多少？不知道哈。那右上角显示报名等级啊，89级哦，89级就可以报名的哈，就是比这个排行榜哦，平均99级再少10级那都可以报名。天哪，这些都是拉高平均的朋友啊，可恶！哦，你们练太快了哈，99级了。好，我还请那说先打武魂的哈，先打武魂的。我看一下，我们队友又有人进来了哈。这个棒赛北是卡称，好，他也进来了。我们真的是很有缘哎，可是是逆缘，好，因为他把我打趴了。算了，他有可能不小心了，也可能不小心点自动，不小心把我带走了。好，所以可能也算是善缘吧。哎，杀杀杀，杨小怀，老虎蟹，老虎蟹，老虎蟹是个蛮厉害的方式哎。排行榜蛮常看到他的，而且他又会打字指挥，好，不简单。台湾上战玉树临风，好，就不知道谁会中大奖了哈。那50个的话，一个人收40金嘛，哇，他一场就可以收2000金呐，啊，哦，一场武魂就可以收2000金了。好，开始打，开始打，典韦二来，哦，典韦二来，哦，那相信啊，会进来的朋友应该都是强度比较高的哈。不是那种阿猫阿狗啊，或者是那种火车那种分身，哦，就进来的，是愿意花钱才可以进来，所以大家强度都比较高一些。啊，典韦，65级的典韦，这个打速度不知道是快还是慢呢，欸？感觉以前的话打的速度特别快哦，好像几十秒就可以收掉哦，那现在看起来打的速度是有点长，但是这个典韦二来啊，基本上不太会痛啊，我的血都没有什么在跳哦，现在还是22781。我，哦，还没有被扣到，有扣到一些血，扣到一些血，扣到一些血。好，不知道谁会抽到。竞标场有东西了吗？还没有啊。
今天更新之后啊，如果进苗场有东西的话，它就会显示红点点哦。不然我试看看好了，我试看看，随便卖个东西好了。现在竞标，然后卖这个八阵图好了哈，卖八阵图。OK， 哎、欸，真的哎、欸，真的有显示的嘞，一个红点点哦。那各位朋友可能就知道有东西就可以来看了。哇，瞬间变成三十几个人啦、啊，有没有看到？哇哇哇哇哇，赞赞赞赞赞！好，标个正位霸气剑好了，乱标的乱标的哈。哎呀，有人出更高了，可恶！夕阳武士直骰96点获得郭家凤啸魂哦，恭喜你恭喜你！哦，有红点点换蛮方便的哦，一个东西上去之后呢，一堆东西就上来了。也、欸、没有，也才三格而已，对不起。哎呀，我的八阵图没买，这样子我就被扣了两金啦、啊，被扣了两金。郭家凤啸，明天的话有国战了，所以这个武魂的话应该有1000金以上。好，来了来了来了，好，要开奖要开奖，看到底谁，好，抽到大奖，好，一点，天啊，这哎、欸，太夸张了吧，一点呢、欸，什么鬼，一点呢、欸，哎、欸，这谁才过一点啊，这几率比99点还要低啊，哎、欸，应该说一样啊，天啊，运气太背了哈，没关系，哦，第一次才要一点哈，第一次才要一点，好，花了40金进来，结果才要一点，好，看一下东西有没有变好，武魂擂台礼包，哎呀。还是这些东西，我感觉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呢。领取40金，好、哦、40金获得了。我进苗场、欸、不是点这个哈、哦，所以就这样子而已吗？就这样子而已吗？666武魂珍稀金，生人酒40金。哦，视频频道这边有讲啊。好、哦，武魂的话真的很花钱啊，好、哦、真的很花钱，40金买的哈、哦。我也来看一下好了，我花40金，好、哦、到底开到什么好东西哈、哦？好 ，OK。好，我的这个复活卷轴啊，好、哦、40金，好、哦、复活卷轴在哪边？我复活卷轴我要把它分享出来哈，贴、哦、一下。哎呀，被传送出来哈、哦，被传送出来了。不是这个哈、哦，是一般的复活卷轴而已。好、哦，讲一下40金，40金买的。哎呀，好花钱啊，不想再进来了，不想再进来了。哎呀，我爱情那为什么分享这个给我看？他冲到了，他应该标了那一把之后给他冲出来的，我看一下好了，历史记录啊，对，就是他标到的，好、哦、标到之后呢，他又把他点到加值三了，恭喜他恭喜他，好、哦、运气真的不错啊，这个点上去的几率不高哦，好吧，不开心不开心，被吃了40金了，好、哦、我要去接小朋友了，他们要下课了，各位朋友游戏愉快，拜拜，好、哦、武魂的话以后要报名的话可以再想一下、哦、因为东西真的很普通，好、哦、真的就是只有一个人可以得到大奖可以回本而已，大家就这样子、哦、拜拜。